治不了是吧？来，我帮你。先生好。你好。徐医生。你好。关雨晴，你不是休假了吗？不回家躲着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就从白天等到晚上，我看你回不回来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怎么这么不爱你弟弟呢？啊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真的没有见面的必要。我特意过来找你，你就这么冷冰冰的，整整一个月零八天，你把我心都撩走了。你说分手就分手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腻了还是喜欢别人了？对不起，我还有工作。喂，怎么又开房啊？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好，我中午过来。请问具体的哎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跟了一路了。哦，我进来说吧。请坐。你是哪床患者的家属啊？患者有什么不舒服？心里不舒服。病历给我看看。是我心里不舒服。你挂不上号才跟过来的吧？还有点时间，来，坐下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先阿姨，我刚才看到一个渣男欺负一个小女孩，还脚踏两只船，所以心里非常不舒服。您觉得这个能治吗？不是，刚才那个治不了是吧？来，我帮你。听到声音了吗？是什么声音啊？心跳。是人的心跳吗？当然是。所以，请记住，好好做一个人，不要辜负身上这身白大褂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那女孩我根本就不认识。小黑，你有事儿啊？没事儿。跟您说了吗？用不着在医院旁边开个房给我煲汤，回家又不是喝不到。怎么了？我没有到医院去找你，我没打扰你工作，我在医院外面，我怎么不可以吗？啊？妈辛苦了，来来来来，您坐着歇一会儿啊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儿子你快坐你快坐。哎，妈，问您个事儿，那个叫小醋包的那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啊？小醋包？哎呀，你怎么知道他呀？啊，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您不能用我的名义跟人家接触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可是为你好，
你说你对相亲的事儿也不上心，也不主动，但是我没跟他说什么呀。嗯，就是他有时候发什么美颜照啊、美食照啊，我就给他底下发一个说：“哎呀，小仙女好漂亮啊。”他有的时候不开心了，我就给他发一个冷笑话；他有时候失眠，我就给他发个轻音乐什么的，就这些。没，您这还没说什么呢？啊，您也太会撩了。这帮着儿子在网上谈恋爱，您是第一人了吧？好好好好好好好。总而言之，妈妈是为你着想，我是全心全意的为你好。啊，是的。嗯，哟，汤凉了，赶快赶快赶快！哎，烫不烫啊？不烫。慢一点啊。啊。我不喝，你喝。你每天是有定量的，来，快你喝。好孩子，喝完了换衣服跟妈走。哎呀，这孩子！妈，我这女儿还要回医院呢。爸，吃饱了是吧？啊。那咱们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还有两家中介没去呢。不是，我下午还有事。别给我编！你再给我编！今天下午轮休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我都陪您玩了一上午了，您看看那么多中介，谁收你这一间房啊？咱别闹，回家吧好吗？我就不信了，我这间屋子还卖不出去了，真是。你自己看看，来，这个，这后边都有自然情况。这个，看这女孩，一共有几个女孩？干嘛你？给我看，啊？你看看哪个适合啊，哪个你比较喜欢，你跟我说，后面呢都有电话号码，到时候咱们约他啊。还有呢，上面都有他们各自的情况介绍，工作兴趣爱好什么的都在上面，你给我背，我回来得查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这跟我对付，我下午可真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呦不行，那谁来了，我得去接他一下啊。哎喂，啊啊啊啊，下周排班是吧？周四上午是周文文，啊，下午是于佩佩，不行了，那得约到下个月了，啊，好，先这样啊。哟，挺巧啊，还挺能约，你这上午下午排满了都能约到下个月呀？照你这约法，你得补补啊，嘿，身体更重要。补补？你每个月都这样啊？想什么呢？